在基隆朝近公园的海域中有个浅点，充满了密密麻麻的软珊瑚和大海扇。因为离岸有些距离，一般潜水员无法从海岸边游到这里，必须要搭船才有办法到达。也因为有海流经过带来源源不绝的养分，使得这里的珊瑚和海扇形成壮观的海中森林。这个秘密潜点就是水晶宫。